实在是因为咱台湾嘛，不参像发生过这个代志。啊，毋过当我去看到这支影片的时阵，是伫25年前，我拄仔读高中的时阵。迄时阵，那只要是Steven Spielberg 迄个人导演拍出来的影片，大家拢会去看。伊就是做《侏罗纪公园》迄个导演。但是伊做出来的时阵，伊是侏罗纪公园先放，伊即个早就放起来，早就翕好，准备讲，若有时间到，伊就是要摕出来即个影片。伫外国拢听讲有真济人拢捌看过啊。直到台湾，迄天电影院讲要开始做，啊，毋过我会记得我刚看到一半怎无去，看到一半怎？突然中间拢总无去，电影院讲是讲停电，啊停电你应该爱去防看后壁，还是讲当时要过来电脑房？结果行出电影院外口，奇怪，大家都拢要好好，是安那奈停电？原来自迄天起，全部台中所有的电影院拢总毋捌看呀，全部拢全无看到这个物件。所以引起我真好奇，讲这到底是什么代志？那会放一半？结果迄阵学校就开始讨论，讲这个影片吼真残酷、残暴，死足济人诶，迄无看，迄足残忍诶。啊，毋过，甲既然残忍是安那，伊甲列为普通级，吼应该甲列限制级，伊阁毋敢列为限制级。所以当我一届安尼一直找、一直找、找过啊年，再去看到这个影片完整版的，拢总三片去甲总看个了，我才知讲原来伊歹互你看，因为你看了的时阵，你会去思考足侪足侪代志。咱来看咱这个影片内底，是安怎我第一届要放吼，都开始要放《奇异恩典》这首歌，台湾。你若斟酌去甲看，咱的人拢唔知影啥物叫做恩典，拢袂记哩。恩典当中是啥物？恩典定义上就是白白得来，白白要予人，当中唔免阁开钱，唔免阁用钱去买。但是你甲看即阵，咱经过这个屠杀，阁经过吉纳教育了后。每一个人，伊拢总唔敢去想讲稳定是虾米，我唔敢想。伊头壳内底加一项，我好好做奴才就好。啊，我会当一日过一日，安尼会当顺时。啊，我个囝嘛一日过一日，会当顺时就好。我拢唔爱管遐济，所以有人甲咱教育，变作政治袂插哩。咱捌听过吧？那么你感觉这句话对啊？唔对？唔对？绝对唔对，政治唔是袂插哩。那即马流氓政府即种选举，即咪叫做政治？迄叫做罗马社会，迄种都袂插哩。因为咧选举的状况，拢爱用到罗马每一项的角色，拢爱用到。我嘛看过阮隔壁咧选举的人，伊大概那主要要选举的时阵。伊拢爱准备足济啥物件？第一钱，第二，脑棍啊、穿棍啊、枪啊，都爱穿枪啊。我嘛真好奇，甲问讲奇怪，咱选举是安那只物件？过来，咱咧选举个期间，那像即个人呐，候选人因兜所有歹代志拢互抄出来，但是选了拢无代志，即就是安尼个关系，佫较可恶。我阁听过，阮隔壁候选人阁讲一句话，即句话就讲，伊咧买票，迄差不多20年前哦，伊用广告车出来广告讲，我啥物人来选举，绝对清清白白买票。我讲，哎，这种物件哪有？哎，伊讲到阮迄阵囡仔听到吼，咱就讲，哎，这真正哦，你看人这人正好，人买票拢清清白白。咱听到，咱感觉讲，哎、欸，这敢对？但是迄时阵未晓分别讲，迄是对啊，唔对？
规庄头的人拢甲咱讲一句话：你看人伊安尼遮清白咧买票，所以咱来转哦这个人。哇，规庄头拢安尼呢，哦，啊，甚至有人替伊咧反驳。人啊，你讲到这个候选人歹的时阵，规庄头佫开始讲第二种话。伊讲你讲抹黑的人，或者甚物话？甲店去买票，敢要讲抹黑？哦，迄是变作甲买票当作一个正常化，安尼来治理咱。咱讲这敢叫做选举，这敢叫做政治？唔是，这叫做罗马内底因的竞争。所以伫遐无形中开始，咱就一个发觉，就讲台湾的这个头壳开始一项一项人权。稳定都一直无去，咱唔敢去想，甚至即卖的人，咱投伊一票，伊若摕予咱500、300，咱还佫有甚物心态？无去甲当敢那咱的罪恶？请问，咱拄只看到迄个影片，敢袂使讲用善恶来讲这个人？咱今仔甲这个角色。从这个角色来个搬来对支那迄个国家中国，相信伊那这个人，卖讲买遐济人吼，伊敢买两个人的性命，你甲想，那支那人伊安那做，开始人量人西，啊开始讲哦，你看我遮神速，你看我遮尔迄个，这毋是敢那咱看有尔。迄伫咱台湾嘛，捌发生过。伫我古早看到人真一个放生的时阵，我伫迄个海边看到一个人开始先咧做一件代志，我嘛感觉真好奇去甲看。我讲，奇怪，恁是咧做啥？伊讲要甲迄个海龟吼，迄壳要甲磨磨咧。我讲奇怪，啊，这哪会骨抓起来，哪有人写名？你足奇怪，迄骨勾起来抓着吼，迄已经有写名，写足济人的名。啊，结果我讲啊，这骨那抓起来都写名，伊讲迄就是要甲抹掉，啊抹掉，佫要甲刻什么人的名，佫要甲刻出钱，佫看即马是甚物人，甲买的人。所以你会看到这只骨是安怎，是人要放心去甲勾起来。啊，甲写名去哩，啊，一个放生了后，结果第二批要放生的人，佫去甲勾转来，生理人佫也勾了转来，佫甲抹抹掉，佫甲刻一遍。我讲，我若迄只骨，我讲恁若莫甲放生，我今仔骨壳免放，会甲回落落。是安怎？我骨壳，我天然的骨壳，啊，互你刻几啊遍，抹几啊遍。我想，伊脑头壳，伊若要讲话，伊会讲恁这人毋知伫创啥。家伫我骨壳一直写，但是你看这个辛德勒，反观起来，你有感觉讲伊无用着做善事来看待这件代志，伊感觉伊心内自责的是虾米？伊心内一直自责讲，我若卖赚，我若卖开遐济钱，我若卖开遐济钱，也是我来当赚骨较济钱。我会当加买一个人的性命。当伊每一届讲到，伊这毋是凊彩讲讲，你看伊迄个表情，伊开始把伊的手指拔起来讲，我这是金仔做的。准讲这个金仔，我当初是难嘛，甲卖掉会使换一个。我的胸针这会使换几个，我台车内当甲卖掉会使换十个，我哪拢无做，伊一直自责。咱来看这两个人的心态，辛德勒的心态，我相信，伊是为着人的性命，伊感觉人的性命是非常价值，唔是物质，唔是善事，唔是讲你用什么物件来会当取代，伊感觉讲我若会当开掉我所有的财产，每一个人的性命我都甘愿。但是咱台湾，确实二二八事件，然后一个人会当安尼，我相信咱台湾今仔状况无同款。辛德勒
是怎样我看到了我才终于明白是怎样这个东西我们要禁止不能看，因为我们看了我们会开始去思考，思考说啊，是怎样我们今天做奴才做这么久了敢不用翻身的一天。当我在读书时，我无意中发现到学校的教官应当领两分薪水，学校教官会使领两分薪水，我哪会知？因为伊叫我去甲写单，啊，拄啊去我看到，啊，我看到了，我讲哦，是安怎？伊哪会使哩？教育部领一分薪水，啊，佮军方佮领一分薪水，迄个时阵，我还佮一个学生的心态，我就立志讲，哦，安尼我嘛要来做教官。所以我一直去问教官，讲教官，教官，恁是安怎？哪会使哩做安尼？恁别安那做做这个物件，伊讲我们是农民，哦，农民才有哦，唔是你教官就有哦，农民才有。啊，我耍咧敢问讲教官，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当农民？哦，伊甲咔咔拍咧讲，你爸爸住哪里？我讲很久很久就住在台湾。啊，你妈妈呢？很久很久就住在台湾，那你不可能。我说为什么？他说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不可能就是不可能。所以在这看起来，在我们台湾是怎样有这两种的差别，平平都站在这个地方，也不过我们看到外国人的思考，我看到一个事情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台湾假使若会当安尼做，我相信咱今仔日台湾会徛起，全世界拢会当看到。因为我发现台湾太水，咱若问囡仔讲落水溪伫倒位，迄明明就伫因兜个后壁就落水溪，伊讲老师我毋知，课本无没有教啊。所以伊甲现国中个课本，现到位头到尾拢无教着。台湾啊，我问讲啊，长江黄河你在哪里？哦，我知道，哦，迄因经过流过的省会，上面会上拢知。啊，有什么铁路？哦，非常了解。是安怎迄边的地理环境，伊遐清楚，咱伫后壁高的物件伊拢唔知。啊，我甲问讲啊，咱呢台湾最高山是倒位？迄竟然有写题目写出来，台湾最高山哪里？一个下八卦山，都阿引导的迄、那个，伊讲我早晨起来看到它就最高，啊，伊就是八卦山。我讲啊，你没有去看过其他更高的吗？伊讲我蛮牛鬼，我唔知呀，我唔知大卫想管啊，从来没有量过。你看安尼，要安怎？所以因迄种问题，互咱思考起来会感觉真奇怪。学生囡仔读遐济册，对着。人类有帮助也无，所以当咱台湾政府看到政权，首先咱的心爱改变，咱来教育咱的后一代，甲伊讲，这个台湾政府的成立是用偌济人早期防毒杀，一直到后壁经过67年。有人发现了后，用尽真济真济精神去发掘出来物件，千万千万唔通阁倒转去到迄个时阵，一定爱记哩。我看到犹太人因咧被屠杀的时阵，今仔日这个影片，互因的感受到真正安慰是伫倒位。我看到最近前几日。二二八事件，每一个人拢带一个团体伫啊，一直休，献我公道，献我啥物货？啊，有人伫二二八迄个活动内底，有个人搁咧讲啥物物件？电钱袂使起价，我想讲，这是人权的问题，甲电钱起价有啥物关系？但是，侪侪人、侪侪团体诉求拢无同。每一个人去到那里所发的东西无一样同款，无一样一致，大家人都开始去发到
我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也有人去提到说我们家的路不可以给我们拆、哦啊、还有人在写到那个标语，我看说之前那个书那个二二八公园里面全部那多人，每一个人都拿到自己的牌子，都自己的需求，没一个需求就是在说到行我们的人权，我们的人权在哪里，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对到出世，没人在讨这个东西，大家都在讨到说政府阿爸将一个路开在我们家头前过，把我们的家切成两边，拿一支阿爸这样在那里抗争，这阿爸的东西是领导个人的事情，但是今天二月二八这个日子是用到多少人因为向政府讨到人权这个东西所丧失的生命，多少人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一个人被吊起来，那个他用什么话来判罪，他说因为这个人违反到人道的精神，所以他去被吊起来。在台湾有人这样吗？我们被台死那么多人，我们都没感觉，所以我看到以色列他们是怎样可以对这开始建国，因为他每一次将这些事情都一件一件一直跟他们的孩子说，跟他们后面的事实说，我们今天是犹太人，以色列民就是没有国家，所以我们常常在用欺负，对西元前五百年就开始没有国家，一直跟西元后以及数十年将近2500年的日子当中无国家，伊每一届所得到的消息，若无国家的时阵，因拢做一件代志。第一，就是去迄个因以色列内底耶路撒冷有一个叫做靠墙哭墙，就开始伫遐拍咧，伫遐哭，因为伊讲，阮都无人权，所以我伫外口去用糟蹋。真艰苦，所以他回来在那哭了后就向神求讨，我们要国家啊，多多人在那哭，哭到那个墙倒去，他们所求只有一个一致的目标，就是我们没有国家。但是我们今天要叫醒台湾人的心情是什么，就是说在我们台湾，我们如果看到大家在拜拜，大家在求讨的时候，我每次如果看到我们隔壁阿桑的时候，他在拜拜，他开始求什么，你敢知道？求他们大汉后生可以身体健康，第二也健康，全家都健康，再来大汉的赚大钱，第二也赚大钱，第三也赚大钱，再来他的孙子读书都很厉害，科学进步，哦，人都很平顺，求到路尾都没有，他又求一项，连他们家的精神都求，六畜兴旺，写一个字给打到他们的家庭，连这都在求，他看到这，我说，阿婆，啊，你在求的时候，敢不能把我们这隔壁，我们厝边，好厝边，你也给我代求一下，他说，没啦，那是你们家的事。我告诉你，你也求说让我们隔壁厝边隔壁可以身体健康，他跟我回答说没那些要自己求，这随人作业随人的事情，台湾就是这样。但是我看到以色列那个建国不一样，他在求的时候是求到整体全部国家一个，我们就是只有一个国家，我要爱的是一个国家可以做我的靠山。所以当英国，我们敢知道纽西兰、纽西兰跟澳大利亚这些地方较早是什么人，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效忠对象是什么人，英国女王，对，你敢不敢觉得很奇怪，是怎样这些人还在效忠英国女王，啊，这跟英国的土地，不是，尤其在这个纽西兰有一个城市叫做基督城、基督城，你如果去看的时候，他那间教堂有写一个历史，
讲这间教堂就是敢若拢从石头第一间用石头砌起来。但是这毋是要讲的重点，伊的重点就是伫因描写着讲早期是安怎的人会去用掠去纽西兰，就是伫英国犯罪的人。在英国，你若做歹代志去用判刑，英国政府伊嘛无爱甲你饲，伊怎甲你讲？我甲你放放去遐，你家己去生活，啊，莫来扰乱着阮英国皇家吼，英国本土的人。但是，因要甲送去英纽西兰的时阵，还是澳洲这个所在时阵，拢总袂使炸一样物件，拢总袂使讲我的机会款款来过来袂使哩。你敢若一个人会使过，啊嘛袂使炸机会。但是英国政府，伊讲英国迄时阵，敢若一个人炸过会使物件，啥物物件去炸过？一本圣经俩。伊每一个人若防犯罪啊过去，就一本圣经，互伊啊怎甲送去迄个所在？当我查考，看到迄个基督城，伊讲。当咱来到这个所在，你也犯罪，我也犯罪，大家拢总是罪人的时阵，因感觉到咱爱有真理的一个改变，所以因开始去思考，开始去读那本圣经了后，因发觉到讲，这个软弱不是见效呢。我今仔在遐犯罪，不是代表我以后拢总无路用，不是规世人扣干。因开始将来个这个所在的人，拢总个改变。因讲，伫英国方判刑来个伫纽西兰这个所在，因每一个人，那掠个这个所在到位，伊讲遐拢总无人偷摕。拄来时阵，可能伊是因为讲偷摕方判刑来个纽西兰。结果，伊去共偷摕时阵，这个人大大改变。伊啥那改变？伊讲，因为我共偷摕物件了，我想讲我已经得到啊。大家拢唔知我偷摕物件，按古伊伫这个所在厝边隔壁，透早起来时阵，有济济人伫伊门口藏真济食物，藏真济用品。因遐人认为讲。这个人会偷摕，就是因为伊欠亏，所以我物件予伊了后，伊就袂偷摕啊。当这个人伊出来讲讲，真歹势，恁的物件判件是我摕的。大家伫遐拢彼此下面，伫遐原谅了后，因讲无要紧，咱会使伫遮顶头重头重生。所以我会记哩，因伫迄个基督城迄个教会。因怎伫遐第一篇的讲道叫做查理斯，伊第一届讲道的题目就是彼岸重生，伫这边会当重生。伊讲软弱毋是见效，哇！我看到这个时阵，看咱台湾，常常咱的美语呐，拢会定来讲一句讲，你这世人安怎？啊对啊！是安怎？那歹讲啊！你两年来捡角啊！那拢甲讲你规世人，伊你敢知讲一个小学生，那方讲一句讲你一世人捡角，伊那讲要先啊！我后壁佫几十年嘞呢！啊！我几十年拢捡角，安尼是欲安怎？所以伊就判我加底。咱这个话虽然安尼讲，但拢无去想讲这对啊唔对？伫最近。我嘛发现到台湾人，伊受到支那思想的教育，大家拢变作奴才性，变作讲，只要徛伫善恶这两项来看判断，就会杀你。其实这两项差距真大。等我去个休息站，我拄坐落时阵，我拄坐落时阵看到一个人，迄、那个妈妈吼，唔知是安怎。把伊囡仔呢，一直甲拍，一直甲拍，一直甲拍，不但甲骂，佮甲拍。迄个囡仔三岁尔，查某的小女孩。
当一直甲拍，一直甲拍的时阵，我看到一个人有去甲阻挡。本来我嘛想要去甲阻止，讲啊，你莫安尼拍，即我惊做拍落吼。本来也袂遐大，啊，毋过一直甲拍了，一个人去甲讲讲，妈妈，你这个妈妈吼，我甲你讲吼，咱吼教囡仔都爱安那教，伊甲说明啥物，免那教囡仔。结果这个人甲伊教讲，咱的囡仔吼。都是唔好甲用拍，吼、哦，啊，就爱用讲诶，啊，用安怎，安尼甲讲一堆。结果，当这个人离开了后，我才发现就讲，安尼可能无代志啊。想未到，这个囡仔毋知佫安怎，哦，伊妈妈怎甲拍一个吼，怎趴伫涂骹底，我惊一个，我怎较紧去甲抱起来。当我迄个心内思考一点。我读卡咧思考，拄只迄个妈妈一直甲伊讲遐侪话啊，甲伊讲做人的道理啊，甲伊做教囝的方法啦、啊，啊都拢无效。我即马去是要甲讲啥？我总是免甲讲哦，你囡仔莫安尼拍，可能伊会阁拍愈大，甚至甲讲你乖囡仔，我甲你教，是安怎爱你管。但是当我徛伫伊的立场，我嘛想作侪，我讲今仔日可能台湾人。已经生活到一个很艰苦的时阵，我无打算，我囡仔较紧去甲带去甲摸起来时阵，行到伊妈妈头前，我也阁唔知道要讲啥物话，但是我头壳咧想，要讲道理，拄则讲真济啊。也毋过，当我甲伊接触，迄、那个刹那，我甲讲，哦，这位妈妈，我知道你生活压力真大。你是真辛苦。等我甲讲安尼了后，哇，迄、那个妈妈煞大哭，啊，伊囡仔煞要转来时，讲要互我摸转来。我讲这安尼唔摸呢吼，我感觉迄个囡仔煞，我讲你爱对你妈妈转去，啊，伊囡仔做佫唔转去，怎甲摸掉嘞？惊起来妈妈佫怕。但是我等我甲伊妈妈讲，哦，这位妈妈，你可怜吼，你的生活压力是真大。你的心内实在让你辛苦，而且咱每一个人要听到的话是什么？安慰的话呢？相信做着歹代志的人，做着歹代志的囡仔，伊囡仔日要得到的，唔是要叫你去甲教育什么，唔是要甲你教育讲要安怎做人，是大家爱去体谅。所以我看到纽西兰迄个国家，伊咱会当改变。因就是彼此看到彼此的需要，也毋过看到台湾每一届若一件代志发生，拢用80%的时间来咧论啥物，论食对食毋对，论到落尾有解答无？有啥物结论没有？就安尼乱乱的啊，就过去啊。所以我今仔要甲大家讲这的时阵，实在是。我家己本身看到目前的社会，嘛看到足侪足侪改变，已经变甲样咩，唔知要安怎。啊，毋过今仔日好佳哉，咱伫台湾政府，咱遮的人全部拢总是阿改，要伫遮颠倒开始，要颠倒开始建立咱家己的国家，咱要开始建立着咱家己的制度。咱爱家己的思考，咱有家己的想法，咱唔是要去造成英雄的教育，唔是讲即马开始囡仔看到台湾，哦，即马台湾囡仔看到，就是要比较什么人第一名，你唔走去甲统计，去甲看过，伫咱大个所在厝边隔壁，即马达项什么行业上界济？有两种行业上济，第一就是安亲班，行到大门、到大、行到大、行到遐、行到遐，大位就是讲，阮遮囡仔真厉害，哦，阮的教真敖、真敖、真敖教，大家拢宣传着伊的教育真好。一个小城市，伊就内底七八间，甚至骨较济的安亲班。我讲安亲这个工课是虾米人爱去做？是爸母爱去做。要么爸母若无闲的时阵，什么人爱去做？政府爱去设法。
并不是家己甲送去安亲班安尼就解决，甚至即个安亲班，因敢有人性的考量？无，伊只要查起来，公认那第一名就好啊。啊，爸母嘛真爱第一名，所以我冇看到我的囡仔在要读高中的时阵，有补习班寄一张批来。哦，我看到这个物件实在是唔知要安怎讲。一寄来，跟他讲一项，医学院保证班，哦，保证班哦，保证班哦，无退钱。啊，就是叫你为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拢去伊遐，吼、哦，都放学了去伊遐，放学了去伊遐，爱甲你保证考到医学院。啊，这个金额拢总十几万，一学期。伊讲，阮遮已经栽培足济足济，已经栽培真济，读医学院去，拢伫医学院咧读册。所以我即马去医生馆看，我才讲我唔敢相信医生，因为像这种医学院读出来，伊敢会晓看病？伊读卡应该甲想讲，阮爸开啊济钱，所以阮爸甲讲做医生就是要创啥？趁钱尔。所以你一世个我系你个代志，我趁钱就好。第二项行业愈来愈济，就是咱真济产无咧种。蚕的条啊边，拢夹足济物件，就是你要娶越南新娘吗？你要娶什么新娘吗？啊，大家拢哦满世界。我敢若讲一句话，台湾人的感情的世界，煞用这个交易来取代，敢对？我唔是讲娶越南的无好，娶倒位无好。是因为你呐，是因为我去甲越南，我感觉这个，哈、哦，甲这个对象相处了，阮两个真意外，安尼我甲你恭喜。也毋过毋是，我听到迄咧中介这个的人，伊每一甲你讲讲，阮遮吼，啥物货色拢有啦，甲你敬，啊那无下过使退回呢。哇，这种的物件竟然伫咱台湾一工一工。愈来愈严重，咱若接种，实在是爱去教育。咱台湾人毋是歹，台湾所接受的头壳教育，拢总是想讲爱会当得到冠军，得到第一名为原则。但是伊无思考讲，我学习的物件对人类有帮助无？伊拢无去思考这个物件。所以每一个人愈来愈自私，而且。嘛，会当看到讲，伫咱真济教育内底，我会当甲大家讲，咱即马少年人咧听音乐，拢总是真差，啊无就是听甲你毋知会感觉感想啥款。伫一个三岁囡仔内底，我的朋友真济人因听因爸爸咧唱歌，也是我的亲情内底。大概伊咧讲，阮这个查囡真会唱歌。哦，我讲拜托你唔好唱啊，我拢知影你要唱啥。因为伊大概若讲咧表演着，伊要唱歌的时阵，若像这个麦克去举伫手，伊就开始表演，安尼摇安尼跳。三岁囡仔，你敢知伊唱的歌是啥物？叫做《伤心的酒》。啊个，吼、哦，《伤心的酒》啊无着啥物？好、哦，爱人啊，对人走。我讲三岁有这种思想，你敢袂感觉足奇怪？敢袂当唱囡仔，这囡仔小朋友唱这个歌，敢袂感觉讲啊，这敢有吓？但是伊的爸爸就感觉讲，哦，你看我这囡仔真会唱，哦，表演甲真好。咱有一首曲，咱唔知捌听过《看望歌》无？这个《看望歌》吼。你等你回去了后，你敢知这首歌曲在法国在那管弦乐团里面，这首是在用作什么东西来跟我们台湾变作什么东西？你可能不敢相信说我们的看望歌那个 melody 旋律
在法国，伊是一个军队的军官，结果来到咱台湾，变作看望。咱现在台湾竟然变作安尼，你等于好好去甲思考，去甲看，假使这首歌，你卖甲看伊的歌词，你甲听迄个旋律，因为有法国人来甲咱才讲，哦，恁这。恁这吼有足侪外国人讲，恁这个歌曲无简单诶，这足水诶呢。哦，这首歌是啥物歌？伊听无内底内容，伊干那听着讲，我、哦、旋律哪足好诶，看蒙歌诶旋律。结果真侪台湾拢毋敢甲讲，讲哎呦，这哪会好听？这都阮遮吼，大概呐，啊我讲啊，你伊是去打看诶？伊讲伊是安那那，大概呐看人咧出殡吼。啊，就放这首歌，啊，结果迄个外国人讲，哇、哦，这歌赞，真有迄个水准的旋律，叫做看蒙歌。所以去甲问的时阵，伊才知影讲，原来这首歌曲就是法国的军队所演唱的歌。咱家已经将台湾真无好的物件，爱一项一项甲剔除掉。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说，我们很欢喜，我们的台湾政府有很多这些人，有学生也都来，有不管年岁大或小，我们千万要记得一项事情，当我们回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家的时候，有很多吉纳式的教育会跟我们说，像你这行也要做官，其实我们不是要做官，咱嘛毋是讲为着要有啥物利益来伫遮，咱是要共同一个目标，咱要教育咱的囡仔，互伊知影讲无国家的艰苦。咱嘛小想伫遮要开始呼吁大家，咱毋是袂晓，台湾人的头壳是非常的好。咱今仔日伫即个所在，是要发挥着讲会晓，毋是会晓袂晓，是。有很多人也跟我這樣起笑過，最近我也接到很多電話，他都跟我說、哦、你是什麼學歷，你是什麼教授，我說我都不是，你哪裡畢業，我說 我不知道，結果他跟我問說你最高學歷讀到哪裡、哦、我是要辦到他贏，我說我幼稚園有畢業，當我跟他說這個時候是要跟我們說，有很多人检查用这个话给我们起笑，我们不晓，其实我们不是不晓，我们是人，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我也很心中跟他说，我们这个团体会晓的人要教不晓的人，不晓的人要谦卑向会晓的人学习，所以你说我们这个团体敢有资格，你想看看，所以我们很多人不能让人去认为说我们不晓、啊、就要来倒退，不能，我们只要谦卑向会晓的人学习，那么你真会晓的人，你真厉害的人，我也希望说在我们这个团体里面，你可以去教教给别人都会晓，我们这么多人会晓就都会晓，我相信如果我们用这种精神来管理我们自己，创造我们自己的政府，我们的台湾全世界都要看到我们台湾的真正水的所在，跟大家分享、哦、这个过程，今天我们分享到这结束、哦、谢谢大家，谢谢你，今天各位先请坐、哦、先